而狗大便成了花莲街头随处可见的民怨之一，也因此为了还给民众清洁的环境，花莲环保局将全面的稽查取缔，除了是依法可处1200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，民众还可以利用摄影工具完整拍下犬只和饲主污染环境的画面，并拍下饲主车牌号码或者是住址门牌，查证属实就可以获得罚款100%的检举奖金。花莲有1740只犬猫宠物登记，不过许多饲主并没有养成细狗链习惯，放任犬只在巷弄大小便，缺乏公德心，造成别人困扰。去年起到今年四月，狗便稽查423件，告发4件，总计开罚4800元，举发不易成了难题。不过花莲县环境保护局祭出民众取缔可实领全额罚款的手段。我们在我们整个花莲县的针对废弃物清理法的检举案件里面，我们把这个奖励金提高到100%，也就是如果你违反了没有清狗便的这个法规的话，那我们会罚款1200到6000块。如果这个罚款的属实，经你的检举之后属实的话，那这个罚款也进到这个账户里面以后，我们就会拨款100%给这个检举人。检举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用书面的或电话或是 email 的方式。那我们花莲环保局有24小时的免付费陈情专线，0800-066-666或是0382-33131。那这个部分都提供大家能够检举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因为这个必须，因为法令的规定，那必须要确实的，有佐证的资料，直接行为人的佐证资料，也就是我必须拍到这个狗的大便跟这个饲主的直接关系。所以最好能够用摄影的方式，把狗狗从大便到甚至可能这一家的车号或是这一家的住址，那我们可以由车或是由住址来追这个饲主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可以请大家能够注意，这样子才能够确实的掌握这个犯就是违法的一个证据哦。那以我们目前的情况，就是说举证是其实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提高这个检举奖励金，好让这个狗便的这个问题哦，来彻底的一个解决。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11条第6款规定，如果不清除，依法处以1200元以上至6000元以下罚款。民众可利用手机等摄影工具，完整拍摄犬只及饲主没有随手清理狗便的画面，并拍下饲主车牌号码或住址门牌，寄交环保局查证，属实将可获得罚款最高100%检举奖金，期盼还给民众清洁舒适的环境。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。